罗斯同乌克兰就天然气价格嘅问题嘅争拗，演变成为欧洲嘅能源危机。经过欧盟同俄乌两国多次谈判之后，问题先至暂时解决。当初乌克兰指责俄罗斯狮子开大口，大幅提高天然气嘅售价，而俄罗斯就指乌克兰喺俄方停止供应天然气之后，透过经过乌克兰嘅输气管道偷取输往其他欧洲国家嘅天然气。其实俄乌两国就天然气价格争拗，并且连累欧洲各国嘅能源供应，已经唔系第一次。但系今次俄罗斯竟然为咗逼乌克兰就范，索性完全停止对欧洲输气，不惜得罪成个欧洲，置欧洲人于严冬于不顾，的确有啲出人意表。究竟系乜嘢怨恨，令俄罗斯宁愿冒呢次国际政治嘅大风险，都要惩罚乌克兰呢个邻国呢？俄罗斯同乌克兰曾经关系友好，乌克兰亦都系前苏联嘅一份子，所以俄罗斯喺以前系愿意以低于市价向乌克兰提供天然气嘅。不过喺2004年，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，亲美嘅尤先科登上总统宝座，并且同俄罗斯处处作对，一方面争取加入北约同欧盟，另一方面又要求驻扎喺境内嘅俄罗斯黑海舰队要喺2017年之前撤出乌克兰。乌克兰接壤俄罗斯西南，可以话系扼住俄罗斯通往地中海同中东海陆两路嘅咽喉。如果乌克兰成功加入北约同欧盟，就等于将俄罗斯非常担心嘅西方势力引到屋企门口。而黑海舰队亦都喺俄罗斯应付高加索地区问题，包括去年同格鲁吉亚嘅军事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。要求黑海舰队撤出乌克兰，差唔多等同废咗俄罗斯喺黑海嘅武功。俄罗斯当年愿意低价供应天然气俾乌克兰，如今又为咗收翻市价而不惜得罪成个欧洲。天然气价格嘅争议恐怕只系表面原因，更深层嘅底蕴系俄罗斯恼恨乌克兰，手指咬出唔咬入。既然冇办法阻止乌克兰使用输往欧洲嘅天然气，咁就索性唔再输气俾成个欧洲，搞大件事，一方面同乌克兰一拍两散，另一方面亦迫使欧洲国家同自己合作，开辟另一条唔经过乌克兰嘅输气管道，等日后唔使再俾乌克兰扼住通往欧洲嘅能源供应管道。稳定嘅能源供应系经济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嘅一环，亦都系国与国之间冲突嘅重要导火线之一。正正由于咁样，能源亦系各国必定争夺嘅资源，亦成为各国喺外交政治嘅重要武器。点样喺争取本国能源安全嘅时候，能够同其他国家互相体谅、互相忍让，系对外交智慧同人民价值嘅重大考验。